先生，你可以帮我扣安全带扣环吗？我不太会扣这个。来，我帮你。天哪，为什么他的头发散发这么甜美的香味？我好想跟他 fall in love。妈，还来了？什么东西？你刚刚偷走我的心了。So sweet。妈，这家超好吃的，保证你一定喜欢吃这个。可是我点东西他还没有来。啊？你说话太小声，我听不到了。我点的东西还没有来。你点什么？我有点想你。头发香，嘴巴又甜，她真是我的完美女神啊！完美女神，完美女神啊！不给你想，我要天天出现在你面前，让你用看着就好，不用想。哎，我约周玄东吃饭，你来个屁哦！明明是我先认识他，你干嘛跟我抢啊 ？Sorry， 我迟到了。没有啦，是我们找到了。玄东，不要坐那边。看我的头发。我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想坐叔叔旁边呢？妈妈的头发好香哦，我应该要坐在旁边才对啊！妈妈，你不介意我坐你旁边吧？不介意啊，那你爸爸要放舒颜那边，这样比较不会那么挤。哦，也是。566香水能量洗发露为你加分。我不会扣安全带扣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一个，不会再一个，没有啦，是我们找到了。啊，前面两个不一样。对不起。